今天不错啊。有粉丝强烈要求让我测评一下网上卖的薄饼机到底怎么样啊，于是我也买了一个啊，你们可不要瞎买啊，我可以瞎买，因为我是贱货啊。接下来我们打开看一下，看这个东西好不好用啊。里面有一张说明书啊，像我这种聪明伶俐才智过人人啊，根本就不需要说明书的啊，你们就知道了啊。然后这是一个搅蛋神器啊，这就是这个薄饼机了，兄弟们啊，这是个盘子啊。然后我买了这个颜色叫什么颜色来，我也不知道，这是蓝色还是绿色，兄弟们，你们有知道了吗？有知道的话在评论区告诉我。这里是开关，又花了我这么多钱啊，我就不信你们还能接到。3、2、1，肯定没有人能接到吧？如果有能接到的话，我就在评论区喊他叫爸爸。接下来不废话了，我们插上电视一下，看这个东西好不好用啊。首先啊，我们肯定要从冰箱里面拿点面粉出来，然后跟它做成面糊，做成面糊搅拌搅拌啊，就可以做薄饼了。然后接下来我们把面粉倒在里面去啊。倒多少呢？咦，这啥？那个线头呢？我的发，这里面怎么还有个袜子？谁干的？这袜子怎么看着那么熟悉呢？竟然和我脚上的袜子一样，怪不得我早上找袜子的时候怎么找不到那一只的呢？不管它了，反正是我自己的袜子，肯定是小孩给我塞进去的啊。那么接下来呢，我们直接和面糊啊，然后再加一点点水。哎呦，倒多了吧？多不多？还行啊，我倒的不多啊，兄弟们啊。这个粘合度应该差不多了，已经成面浆了啊。接下来我们把这个电给插上啊，开关给打开，灯现在已经亮了，我们等个几分钟应该会热啊，已经开始热了啊，兄弟们啊，兄弟们看到没有？现在这个东西已经冒烟了，看到没有？接下来我们就来试一下，看一下它是不是瞬间就会成为薄饼啊。放，哇，拿，哎，是不是我搞的面糊太厚了呀？感觉有的地方厚，有的地方薄呢。再搅拌搅拌，感觉这第一个不是特别成功啊，兄弟们。我找了一把叉子，咱们把它拿看看一下有没有熟了。哎，好像。还行啊，哎，还可以翻过来再烙一遍，哎，这好玩，哎，熟了，熟了，兄弟们，熟了，哎呦，我这一次一定要做一个好看的，又薄的，又漂亮的饼。3、2、1，放，拿，哇，这个绝对完美啊，兄弟们，这个很薄啊，我觉得这还可以啊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只需要10秒，看，已经熟的差不多了，兄弟们啊，看我来个翻滚吧，能不能翻一下？哎。这样就稍微熟了啊，兄弟们，能翻的话就可以熟了。这边再烙一下，哇，掉地上了，没事啊，这玩意还能吃啊。哇，好烫好烫好烫！这个饼我做的还可以吧，兄弟们？啊，看到没有？哇，这个要卷点菜啥的，吃的肯定很香啊。我们卷一个来试试啊。啊，刚刚我又准备了个菜啊，接下来呢，我们用这个薄饼啊，卷点这个豆角炒肉啊，卷起来吃一下，看一下这个味道怎么样啊？哇，肯定好吃，兄弟们，你们看，来，你们先吃一口来，兄弟们，你们来吃一口来。看有没有食欲，来，你们先吃一口，来，吃一口啊，吃啊，不吃我吃了啊。我从未见过有如此厚颜无耻之人。我吃了啊，你们不吃我吃了啊。太香了，太好吃了。兄弟们，你们说这个薄饼机啊，烙饼都那么快，我突然有个大胆的想法，如果说我们的衣服皱了，用它来熨衣服怎么样呢？它是不是又多了一个功能呢？我们也来试一下。看到没有，我这件衣服够皱吧？那么接下来呢，我们就来熨一下这衣服啊，看一下能不能给它熨板正啊。兄弟们，你们看到没有，这里都很皱吧？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开始熨啊，看能不能给它熨平啊。哎，我觉得吧，绝对能熨平。兄弟们，不是你们觉得呢？如果说这个东西要是能熨衣服的话，那我以后岂不是啊，出行时候每次出去穿的衣服都是板板正正的啊，又我又省了买熨斗啊，多好啊，兄弟们啊，肯定不错啊。哎呦。